我和杨雨成了，你和老庄啥时候办啊？我们俩遥遥无期，他妈妈的案子一直没澄清，我们俩往前走不了。不至于吧？叔叔阿姨不是说不计较吗？如果当年我没有去先锋公司，我现在会不会是一个比陆晨曦更出色的大夫？不会，今天来啊，是因为我有些话不太方便说。那你们两个是我最优秀的学生，我想拜托你们两个一件事。全美排前的心肺移植专家就在这里，只要你亲自去找庄树谈，向他坦白承认，即使他的聘期结束了，他也一定会留下来完成彤彤这个手术。我相信他能做到，这是两码事。修老师太过分了，这个要求他都不答应。说不出口就不要说了，我也不想把这个麻烦再转嫁给你。想看花仙子吗？不想。还好你不想，我已经扔了。徐鸾约我们去吃农家菜，我这不算跟医疗器械商扯上关系吧？不算。那我应了啊。算是跟前男友藕断丝连。那就不去。但是我想吃农家菜。那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？心肺移植的供体就快到了，必须48小时之内手术。我们寄希望的只有你了。但作为医生，你拒绝一个病人的要求，我无法认同。你当初做过什么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即使是你做过的事情，永远不会被追究。难道你自己的内心连一点谴责都没有吗？肖敏琪，现在这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如果你向我母亲道歉，我主刀这台手术。你今天还没到下班时间，现在是3:15。你是仁和胸外科负责心肺移植的首席专家，这是你理所应当接受的工作安排。肖院长，我请你代我向杨院长转达，自即刻起，我辞去仁和医院聘任我的一切职务，不再接受任何工作安排。